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恭喜，大家好，我是桃园市政府地震局局长陈其珍。桃园升格为直辖市后，市政府积极来推动各项建设，地震局也除了办理基本的地震工作外，也加速办理机场捷运 A10 站、A20、A21 车站周边以及中立运动公园等区段征收的整体开发案，打造宜居的桃园市。另外呢，为了保障市民的权益，我们也在13个行政区举办守护祖产全面出击继承登记巡回说明会，请家有祖产还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市民朋友们尽速来办理继承登记，以确保自身的权益。新的一年，我仅代表全体地震同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好运旺旺来。